宗教活动，新港乡板头村延庆宫主事着主婚大神岁，是当地主要的信仰中心。今年拄好去拄着建庙15周年，庙方是来举办着社土三献大典，贵宗头的村民总动员出钱出力，祈求地方会当平安顺利。新港板头村延庆宫主事主婚大神岁，今年拄好是建宫15周年。庙方举办社土三盆大典，为期三天的发挥，等你隆重接待。咱建庙15周年，哦，来办理这个社土三盆发挥，祈求风调雨顺，阖家平安。啊，一只非常感谢咱板头村的村民，大家真踊跃。啊，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哦，啊，一只嘛要祈求啊，咱的王爷庇佑大家阖家平安。啊，咱的村民，啊，甲咱的乡亲，拢非常踊跃来参加这个社土典礼。啊，今仔日三天的发挥，圆满来成功。马上感谢咱在社区委员会委员加咱在营运中委员，啊，甲咱地方民众的配合，啊，来圆满社区。延庆宫是砖头大庙，为板头村民的信仰中心。这届社土大典，村民是出钱佮出力，同心来办理这届发挥。除了普渡甜油，真侪地方信众拢会家己准备米纳达、饭菜来贺军，展现地方虔诚的信仰文化。何俊昌船长表示，这届发挥真正爱真感谢前来乡亲，不管是到主家，也是协助发挥工作，和社土活动圆满顺利。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